啊，唔知道阿龙哥叫我嚟做咩咧？在欢乐马界有个荣誉玩完龙哥，小生准备好接受挑战未啊？输咗好大镬噶喎！不如估定你自己先啦。我估定我会赢啊！我要你而家伸出嚟，手射十二码咁啊吓！喂！怎么的？好绷紧啊！个人，为欢乐马界有荣誉打手，喂，唔好捉住。好嗱，其实咧，通常咧，你游戏就快，好啊，好啊，再嚟咯。有嘅，一位姓小。出翻嚟落咗戏食布飞嘅。系。OK， 呢边留俾上。OK。都多人。系。会唔会搞错一位咁大张台？真系啊，真的你 book 嚟嘅。边个 book 噶？系咪叫阿龙？应该系你朋友。以后叫阿龙嗰啲唔好信佢。執走曬，呢個好，唔該啊！你有冇見過成日會有一位嚟食？你係第一位嘅。嗱，唔特別食走喎。Hello， 其實都 OK 嘅。好白痴！唉，戒俾食呢条头，教好先。个人食嘢冇问题嘅啫。不过毕竟输咗俾条粉肠，即系我觉得冇嘢嘅，不过人哋好似觉得怪啫。我话咁诶，要食嘢噶嘛。Hello。冇乜嘢做，不如宣传下。忍潮第二月十一日喺威尼斯人金刚综艺馆有一个叫做《小肥不再孤单》演唱会，好离题系嘛？你而家几孤单？而家孤单唔紧要。二月十一号陪我，陪我刮阿龙两巴，食埋走。你唔食啊？拗豆。怎么去学识？